各位粉丝朋友们，最近诈骗猖狂，如果有接到自称中华电信或是健保局的电话向你表示你的身份遭冒用了，接着呢转接警察、检察官或者是书记官，以账户涉案、涉嫌洗钱等等的名义，要求交付名下所有的账户进行监管，或者是要求汇款到你指定的账户，不要怀疑，这一定是诈骗，请注意。警察、检察官不会以 LINE 或者是传真公文的方式来通知你，或者是传唤你。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警察、院检机构不会监管民众的账户。第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警察跟检察官不会用电话制作线上的笔录。刚刚说的诈骗手法就是属于假检警诈骗，诈骗集团主要是针对年长者进行诈骗。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寻求警方的协助。各位在工作之余，一定要多多关心家中年长长辈的情况哦。小四汽车与新北市汐止分局关心您，不要被诈骗哦。谁八卦？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耶、yeah, ，大家，我是科比传教士。我们真的可以拍一个 CRV 的系列，又是 CRV。他说他开门好门挡比较不好，因为他要录影，斜坡比较强，那就觉得自动关起来会夹到老婆的脚，老婆比较介意了。他说他自己没关系的，即使这个不困难，脚链是不是？这个不是脚链，这个是门挡。懂啊，脚链是开关那个脚链，这是你懂的呀。来，我发挥有点光了。你看一下他的门现在是怎样？录影就是发挥嘛，他可能有比较斜，他可能就会关起来这样，类似这样。对吧？因为这中间就会关起来嘛，啊，到最开最开就不会了，这门就开了。前面再看一下，我们这样比对嘛，哦，这样半开，哦，半开就不行了，对吧？大家全开，全开才可以，它是挡得住啦。就像我讲的，它录影切坡，切坡阿霞都关起来。他说先换副驾，副驾这家，副驾封你为副驾，我是觉得都还好啊。哎、欸，我们真的是斜斜的，这现在是斜这里啊，这个只有东啊呢，东啊的这个做干哪呢？一机、两机、收三机啊呢，一机、两机、三机。好，三只就是做一只，你看者，这一只，对，这里两只，就这样而已啊，这谁都会。可是重点来了，你拔这个跟拔这两颗拿不出来，要拆门板，所以我们要拆四个门板，四个门板，好啊，才可以把这个拿出来。不然你看拔掉，它是往里面怎么出来？科P的日常就是在修这些小东西，拆门板嘛。就靠三个卡榫。对啊，挖的时候小心一点。挖大家都会很小心的。不一定，有的人粗鲁啊、欸。小小的花园里啊，挖呀挖呀挖。小小的门板里啊，挖呀挖呀挖。现在很夯啊，都要跟着唱。挖呀挖呀挖。这里有一颗。我不是有讲过了，一定都有。把手的地方，地方一定都有。我一过一次就是，它是用扣的，门是往下插的。以前边饰是用插的，那不是用纽扣的。插下去这边就有一个。可以拉的东西就不会掉了，再来就看看啊，拆看看就知道了。哦，假的，刚刚在担心就怕说这里拆开这里会有一只啊。依照常理来说，如果它这里有一只，这一块应该可以挖起来。对，可以挖起来。照理讲是这样嘛，不讲武德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不讲武德啊，它有些几个问题的，还有一个倒车雷达不会叫，我处理好了，因为它把开关关掉。这里有纽扣，下面有一个，里面应该也有一个。没有拆过就比较难拆。这高音喇叭接线要把它拔起来，对，靠这两个纽扣卡榫啊，不是纽扣。好，阿江都起来了，它是用拨的，我把这个拆下来看到，压这个压，就简单嘞哈，锁三个螺丝啊你啊，这都没有锁，哇，就这样。好啊，再来就是拔一二三三个起来就好了，拔这个要小心，因为拔了就门会往后折。啊，把这个先拔掉，这个放松、啊，这个里面拆掉这两个。你刚说脚链是这个门挡，门挡，它打开才会挡住嘛。所以如果没有这个，那门就会往前喷。对啊，如果这里换，比如说用脚啊什么勾住这样啊，因为刚好泰山在，其实换这个真的不是很困难啊，只是说要拆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哇，好亮亮，啊，这一只就这样。这个好像没有分左右，它只有分前后。欸、你看，我都没有去伤到任何东西。进来了，哇，这样就快完成了。因为咱这个要被穿出来嘛，不够长嘛，不够长的话，我们就是要把门关紧一点。哎呀，我有小帮手会帮我扶着，好，这样就可以打开了。哦，有嘞哈，感觉有阻力。有啊，那你可以，看到有哦，这段有啦有啦，
有没有？有那种咚咚咚咚那感觉？有那个阻力的感觉。刚刚是松的、啊。我遇过那种门有没有？打开是机关机，我跟你讲，弄玻璃柜嘛，哎，对啊，哦，拍不出来，可是真的有，你看这样就卡住了。有啦，有啦。真的卡住了，每一段都有段段分明。哦，这一段更不用讲，这是最强的那一段。好，这是中间，这样就开这样可以下车。我打算不过了这。好 ，CRB， 如果你真的你是同管车啊，我们刚不是下这挖呀？哇，这个是锁的，嗯，好，这锁啊，这个是开门的，对。哦，刚刚就是挖呀机加会穿这样过来，好，我这次代表它这里就这样扣下去，就是扣到那个线，对吧？卡住就这样，对吧？刚拆开就变这样，打开拆下去就扣住。就不会跑掉了，因为它是靠这个跟这个卡榫而已。嗯，哇，那卡榫那个雕啊，所以这个都是卡歪啊。对，就固定住，让它不会跑出来而已。不要让它跑，一直弹起来这样。对，这样就不会弹了。刚是这样卡，把它拨上来，有没有？拨上来就开了，歪就贴出来了。这个电线呢、啊，就先不要装了，等一下装上去再装。哦，因为安尼靠倒嘛，不你插的空间就变成，因为插的变安尼刷哇。啊，假设好，我忘记好了，拔开之后忘记哪一个是锁，哪一个是开，其实你可以压看看。哇，这个是什么？还有这个是什么？只有两段的，就是开跟锁、开门跟锁门。嗯，这个大概有弹性的没有？就是开门，开门是有哇，六个帮你，六个帮你，就有弹性。开开开关开关，啊，你就知道了，这个是开关，这个是开门的，你知道？有没有？哦，这是有弹性的。对，好啊，这个是两段开关。哦，啊，这样讲我就知道了。如果太难懂了，应该大家都懂了啦。好了，好啊，这个就撑了几下呢。它是做一个哇，像拱图一样那哇，啊，就直接放下去就哇。对，这个要卡住哦，这个对吧？龟头这个，移叫几个横向的，那我防呆的，你装错那是装不起来。哦，啊，有，看到哈，这个有要扣起来了。对 对, 对，玻璃拔起来有个好处就是不会去用到隔热纸，不是拔起来就是玻璃进去，对，缩进去。啊，装就是要确实装好。哦，就是要进去，啊，进去之后啊，我比较建议客人哈，我就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对有准，位置一样就是可以下去。假设这个坑嘛，你对压那起，起了啊，就判压。好啊，这个就是直接插下去而已，就没有什么困难度。啊，这螺丝也有分哦，应该不会锁错了。这两个上面，这个是下面，啊，这个就是给蹲嘛，哇，我等下讲这个是无钢的。蹲到底是怎么翻译？中文是什么？蹲。蹲。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记得插头都要插啊，不然如果插头一个没插，你要重插一次。卡先插了去，插了去要起来的话，靠上面那只靠啊那个，如果万一不小心断了就卡不住了，就糗了，有没有？一个，再就把上面，好，我现在拆嘛，就是把这个拨开，刚就是这个嘛，卡住就是这个，不好拨，就这样，有这样起来了，有没有？你玻璃没有放下来，我还是一样可以拆下来啊。我只说比较不会去刮伤啦，不是代表说一定要下来的，所以我要证实一下，不会说不会啊，隔壁我不用放也会用啊，一定会人这样讲的，对不对？可是有些窗户像这个，它摇下来搞不好还是有，尤其是没有这个三角窗的玻璃一定不会到底，因为太大块会翘到这个，没有，这个是圆形的嘛，哇，圆形的会用到啊，这个好像拿不到哎，所以要撕下，对啊，哎，它还有这个呢，它把它锁起来。它是扣住的啊，这个都没换过啊，对，没有换过任何的东西啦。如果有拆过，有没有就就变就不会长这样。它这个里面是锁十二号的，有些都是固定十号的，那就看它车厂怎么设计这样了。我这边三颗都十二号，没有，这两颗死的，拿到吗？拿不真的拿不到，能湿少一点就少一点。天气热有个好处啊，比较好湿。耶、yeah, ，出来了。看一下没有门挡可以开多开，真的可以开到九十度了。你再往后走就是，也可以卡掉呀，可能会卡到前面的车漆。哇，尴尬哦，卡一个呀，卡一下。啊，这个锁紧就好了，对吧？拆过就会哇，就刮那样哇。嗯，对啊，所以我尽量拆少一点。啊，这个不能把它撕掉哦，这是防水的，因为有时候雨太大啊，如果过大留在这里，有没有门是这样扣？它这边有洞会流出去，如果过多就会流出来，就会流到，有些会流到车身里面，就造成漏水。啊，顺便倒给阿奶奶。哎呦，没有，有刹车，有刹车，不用紧张。哇，真的卡住了。刚我多拆一个，你没看到，这个要拔起来，不然会卡掉哎。那一样是纽扣的，对啊，你可以装回去啊。这个你会装了，把它压回去而已。哈、啊，好，然后剪掉。
这样这样，要过来，这样，有没有？还好。我只是劝你啊。好了，那我全部都换哦。因为这一个有中控啊，所以比较厚实一点，插头比较大个。然后刚我搞一搞，不是啊，它是铡刀的，它是要转的，压下去是这样，是要把它敲出来，像铡刀一样。对对对。接下来就是同样的动作，左右边这样而已。要不要拆后视镜？后视镜谁加？你看这两颗，它应该如果没意外的话，应该这边会再多一颗，有没有？你看，左镜。这是后视镜啊，这个不是，这个是就水切，就是这个好玻璃的，它一些插头一些啊，所以你跳吧，扑面嘛，跳门帮，它有些插头在这里面的话就很麻烦，就要多拆，用那个工具要锁回去，就是确定牙要正哦，不能锁歪掉。如果你比较不会啊，其实这个也可以拆下来，有没有？它也是卡榫而已，有没有？卡榫，有没有？先装这个再扣回来了，装这个就是提高一点。就是要过那个坎，不小心这个水切不要折到、啊嗯、这边的线不要压到。对啊，这个要拉出来，就这样，这样拉出来也有比较好插了。插回去就是这样，往回压就进去了。啊，把这往下拨下来，往前这样绕一圈就出来了。啊，这个加先插了哟，啊不要先插，它更掏钱，压去。啊，锁回去而已，这就更简单了。卡就是靠这一只而已啦，有没有？不要把它弄断了就好了。大把的是插了那样。下去就好了。好，换后面来，快快快快！哎，这个真的有喇叭的，有人做这个喇叭盖，里面是空，里面是没有喇叭的。耶，完成的，阿兰在瓦固，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这瓦机啦，正单独一机啦，500，阿兰我赚2000哎，一个小时赚2000哎。好了，一台份打折1500就好了，也很合理吧，打个折嘛。他的刚口误，那价钱报错了、嗯，一支大概800-900啊，500跟800-900差很多、啊。原来是工资500-600啦，对啊，好报错了，对，价钱报错，2000变3000多，其实也不便宜啊。如果整车的话，对啊，更正，价钱更正啊，不好意思，口误，不只是说 CRV 可以用啊，每一台车都有这个。如果你有这种情形，可以自己买来换啊。各种品牌价格不一定，其实这个不是很困难，可是就是要反复动作一直做了，四个门就四个都做，对吧？就这样。下次 CRV 啊，对。这如果常开的车比较会这样，门一直开关关关这样。装好了，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哦，耶耶耶耶，装好了。极速科技专营车用3C 音响主机。欸、我现在才发现它这个门可以开这种频，蛮开的，对不对？快90啊，对吧、啊？啊，旁边这个，啊，45，一样啊，好像还差不多，还是我们的错觉，真的蛮开的。好了，起来了，我们在边讲话当中，我已经拆好三颗了。那不信，我要去看旁边 CH 了、啊。啊，那锁住啊 ，Kiss。这角度就比较小一点。还是修理车都比较开，后座好像都比较开，我错了，这段可以剪掉。